走阔不看蓝天。我都昂首阔不看蓝天。土地公，祭祖要进京应考了。他说他是已经长大，应该独立坚强，所以坚持不要人陪伴护送，要一个人静静。这孩子真的能这么想，就表示他长大懂事了。我好高兴，他要是能够高中回来，弟子多年的重担就能够放下。可是他要是有什么闪失，那阿大的冤情和他的身世不就永远都石沉大海了吗？是不是？我不能陪他去应考，不知道一路上会不会发生什么事，我实在担心。土地公，我是不是该把这一切都告诉他呢？弟子不识字，不能求签指点，若您同意我告诉他，就请赐给我三次圣教。是不许我告诉祭祖是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每天都怕徐胜会害我，就像害阿大那样。这些年我连个安稳觉都没睡过，您知道吗？您不让我告诉祭祖，要是祭祖有个什么……啊，不，不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我祭祖一定没事的。您不让我告诉祭祖，就一定要保佑祭祖平安回来。只要祭祖平安无事，就可以算。我说的是真心的。其实徐生对祭祖不坏，而且孩子是无辜的。就讲了歹结条话。哎呦，小曼曼讲了无唔对啊！人生悲欢离合是应应的嘛。我知影小曼讲了是有理啦，啊，不过记住吼，伊嘛是一个囡仔尔，啊，即阵若互伊查伊的心事，伊敢有查落去考试？嗯？搁再讲啊，伊吼也毋捌见过世面呢，哈！人讲吼，君子报仇啊是十年不晚呢，啊，这道理伊敢知？啊！如果伊若是记载袂了，啊，甲徐胜起冤家，毋是干那伊危险尔呢？连迄阿大神都有可能怎无命呢？安尼敢袂好真？
是讲吼，这阿大神吼，这换了伊的名啦，甲看起伊这个人是善良仁厚了，天必有报啊。可是我，你免讲，我知影你咧想啥。见我来了也跟没来一样啊！啊，来嘛是你家己讲要来，啊就搁点么的谢谢了。爹，送到这儿就行了，您回去吧。好，就到这儿吧。儿子，好好的干啊，种个近视给爹露露脸，让人家瞧瞧咱们徐家子孙是人中龙凤、万中选一的好啊。爹，您请关心，孩儿不会辜负您的教诲的。好，等你高中回来，爹要把这些家当都交给你，我也可以好好休息，安心养老了。三叔。我走了，您多保重。哎，好，好。大婶，我这回进京，一路上都会仔细打听，一有阿大叔的消息，马上派人通知你。你有这份心就够了，这么久都没消息。想必是凶多吉少。大婶，你回来的时候要是看不到我，就到土地庙，土地神上下有一样东西。好了，快走吧，别错过了宿头。大婶，走吧。已经起了什么恶心啊？以后你要多注意阿大婶的安全，知道吗？万一有什么不对，哎，等我来讲，你是不是听不了？哼，哎，小婉，你干什么了？小满，小满。小曼，难道我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吗？你就是要爱母阿囝相认嘛？对呀，虽然他们母子不认识，不过我想祭祖应该跟他娘告别。嗯，你都来都巧。师傅，
师傅，这是山坡，不小心会掉下去的。，很危险，你不能再往前走了。 孩子，这里面有小孩啊！你一个人吗？是不是迷路了？哎，师傅，这里不安全，我带你下山吧。哦，来，小心点。 在什么地方修行？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？你，在这。 谢谢师傅，我已经有吃的，您留着吧。菩萨给的，菩萨保佑。师傅您别怕，那是打雷，打雷而已。吴昕，吴昕，吴昕，吴昕啊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？哎，这位施主，对不起啊，他没吓到你吧？别怕。 吴昕没有恶意的，没有没有，他没有吓到我。那就好，吴昕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别怕别怕。哎，我们走吧，施主，谢谢你了，我们告辞了。哎，吴昕，下雨，要打伞了。师傅。 不用了，我没关系的，施主，你就收下吧。这是吴昕跟你有缘，我们水心庵呢就在前面不远处，一会儿就到了。那就谢谢师傅了，谢谢师傅。吴昕，吴昕，哎，我们走吧，雨越下越大了，快点，过来，过来呀，赶快，哎，告辞了，走吧。 少啰嗦，走走走，走开走开，快走啊！等一下，你在干什么？这位公子，你看这个嘛，就别他散心了，免得以后没完没了的。乞丐们，快走吧，快走啊，快点！我不是乞丐，我只是要看看这个孩子。来，伯，你想干什么？没关系。 老人家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年轻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姓徐，名季楚。真相。
人家。您一个人吗？家在哪儿？家。萍水相逢的，让你这么破费，这老奶奶，您别这么说，您坐着。我们能相识就是有缘。您又说，我长得像您的儿子，您说不是更有缘了吗？是不是？做您的儿子，我太年轻了，您就把我当作是孙子辈吧。不错，我媳妇当年离开的时候。正怀了身孕，要是生下来，也该有你这么大。他们说三年就能回来的，谁知道这一去就完全没了消息。老奶奶，您说您的小儿子得了功名，要去全息赴任。那这么说，他就是个县太爷啊！再怎么也会派人捎信给您，怎么会就没了消息呢？这也是我想不透的地方。我是左等右等，两个三年都过去了，他们还是没有消息，就怕是出了事了。那您的大儿子呢？儿子，乡里八瘟疫，老大没躲过，病死了。我跟着乡里的人逃难，一路上人越走越少，到后来就只剩下我一个孤老婆子了。我要到全县去找他们，我不相信雨儿会丢下我不理。如果他们真有什么不测，我也要把他们的尸骨带回老家去。对不起，孩子，我竟跟你说这些跟你不相干的事情，让你也陪着难过，这是老身不对啊。老奶奶，你别这么说，我没事的。老奶奶，这全息在金华府，离这还有好长一段距离，您一个人。不要紧，我虽然老了，可身子骨还硬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不都是一个人，不碍事的。老奶奶，如果我不是急着进京应考的话，一定陪您去一趟全息。睡呀，进来坐嘛。季祖，你明儿一早就要上路了。嗯，老奶奶，您放心，我都跟掌柜说好了，明儿个一早他会雇好车送您到全息去。不不不，我不是说这个，你已经太破费了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报答你。老奶奶，别这么说了，这些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是一个好心的孩子，你的父母亲一定是大好人，所以才能把你教得这么好。
我是想啊，这里边啊，这是一件披风，这是我亲手缝制的。这块料子，当年我做了两件，一件男的，一件女的。女的那件，我儿媳妇穿上走的；男的这件，因为我连夜赶活，不小心落下的灯煤烧了个大窟窿。后来虽然是补好了，可是我儿子却没能赶上穿，所以就留了下来。现在我想把它送给你。不，老奶奶，这我不能收，这是要给你儿子穿的。孩子，我受了你那么多的好处，可是我又没有能力来报答你。明儿一别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你。这件披风虽然是不值什么钱，可是却是我仅有的，我最珍贵的，所以我才想到要把它送给你，也只是图个心安。我求你，你就收下吧，啊！王奶奶，这是我家的地址，您收下吧。若是到了全息没找着您的儿子，就到我家去，信上我都交代清楚了，我爹他一定会好好的款待您，等我应考回来再妥善安置您，您说好吗？谢谢，真是谢谢，你可真是一个好心的孩子。我要是真能有你这么一个孙子，那可真是死都甘心了。老奶奶，那您就把我当作是您的孙子吧。奶奶。我是仙，爱困我嘛仙，恩恩爱爱人心仙。范爷，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，他根本就没有来到任，吏部认定病故，早就补了其他人，至今都换了三任县太爷了。可是这位大爷，我儿就算是病死了，也得有个尸首啊，朝廷不能就这么算了呀。那你去找朝廷啊，去去去，别在这里碍事，快走吧。可是走了走了。有个阿妈，娘子啊，阿英咱是要吃啥？吃，哎，来，娘来，进去，进去。这个老妇人敢那外地来的吼？唔捌看，
土地公，老身张氏，儿子范云，十年苦读有成。干爹，干娘，这个老人家是祭祖的奶奶哎。知道，范夫人早就说过了，她还有个婆婆。等等，听我的讲啥？老身年迈体弱，已无栖身之处。有一位好心的小哥，徐祭祖，他愿意收留我。可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，他说的话能算数吗？我贫困孤老，就这么去投奔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家，万一要让人家给赶了出来，那……土地公啊，你叫老身情何以堪？你显显灵，指点指点我老太婆可好？祭祖公对这刀客徐胜，阿姨那去都哈样嘞。对啊，万一徐胜把他和范云的事对在一起，总会要了他的老命的。老太太，您问的是什么事儿啊？我们这儿的土地公是很灵的，远近皆知，凡是忠孝仁义，他都是有求必应。阿大神，你说错了，那是观世音菩萨了。我是问事，不知道妥不妥当，所以想请土地公指点。问事儿啊。我看土地公是觉得不妥，可不是嘛？我也觉得不妥。可是不去徐家，又让我上哪儿去？我这把年纪了，难不成还要我去乞讨？这叫我……徐家？您说的是哪个徐家？是徐胜，徐老爷家。原来您找的是这个徐家。土地公不是这个意思，老太太，土地公已经帮你安排好了。我哪个安排啊？老爷，那这个阿大婶不知影半行，明明是要把这个老奶奶送你铺口啊！您会错了，我是徐家少爷徐继祖的奶娘，您跟我来，跟我来就对了。啊，真巧啊！今晚唔通让我家己拖去，万一若见到徐胜，可能就无命。紧去，紧去啊！大婶，是我说错了什么吗？老太太，你没有记错，真的是十八年前吗？大婶儿，我还没有老糊涂到啊，记不得自己儿子的前程。我儿子离家，带着媳妇儿上任的时候，我媳妇儿啊，眼看着就要生了，我叫她产后再走，可是他们呢，怕耽误了上任的日子，坚持要走。只要当时我留下了媳妇儿，大婶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是仙，君我嘛仙，恩恩爱爱人心仙。是仙，我是仙，恩恩嘛仙，三餐都
爹，城隍老爷。爹，好久没跟你请安了，你好不好？小婿，哦，小神张福德见过城隍老爷。不敢，你我同为玉帝效命，无所谓大小。爹，你不生我们气了是不是？你们是谁？好嘛，就当我们都不认识嘛，省得人家说我们拿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。给他啥？他自己说的啊，公事公办啊，你们是不分大小的，那我们就照规矩来。请问城隍大老爷，您有什么指示啊？福德正神，小神在。你心念醇厚，但总因心慈手软而误事。这个地面将要出大事情，是好是坏，全在一念之间。你身为土地，要好自为之。出什么大事？出什么大事啊？讲一大堆，人连问都不用问。若不好好过别三元，下场难看。干娘，难道城隍爷爷他看不见我吗？要不然他怎么会这样就走了？干娘，哭了。先坐。你根本看不出来，我爹是在护着我们。跟表示已经原谅咱了。很好很好，太谢谢了，阿大婶儿，你到底是在躲什么？这是个什么地方啊？你真的是祭祖那孩子的奶娘吗？你说要带我到徐家去的？是，我真的是祭祖的奶娘，您安心，听我解释。是这样的，让您住在这个地方是委屈你了。不，我倒不是嫌这地儿有什么不好。事实上，能有这么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，这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只是，你千万不要再说感激的话。跟您实话说吧，我们祭祖少爷向来好客，只是老爷规矩大。又好体面，不喜欢跟陌生人来往。祭祖少爷不在，我怕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哎，阿大婶啊，还是你周到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这事儿本来就是我老婆子太不识趣了，就这么厚着颜面的就来了。你看，老夫人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。我是祭祖的奶奶。这个孩子的心地我很清楚，他是真心要帮助你，你就领他的情吧。这个日子是我死去丈夫阿大的，本来我们是要做点小生意，结果怎么了？
没什么。阿大死得早，我又要照应祭祖，这个房子就这么空着了。如果您不嫌弃，您就先住下。我相信祭祖很快就会回来，很快的。我撒野，他一定会很快回来陪着您的。您先歇会儿，我去给您弄吃的。是仙，爱君莫骂仙，恩恩爱爱人心鲜。是仙，我是仙，阮翁骂仙，吵吵闹闹吵袂仙，虽是老先生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干爹干娘，我找到了，干爹干娘。好了啦，干爹干娘又没丢，你找到什么？都会呀，在山脚下的一间房子里。那是什么所在？啊，那个所在不是拢无人去的行动啊。那是阿大婶他们的房子，好像很久没有人住了。我想应该是以前，伊人阿婆都想要离开徐顺，所以想买一间厝起来，安尼嘛是对啊。是讲奇怪的，这阿大婶伊那要甲祭祖伊阿妈带去藏在迄个所在，敢讲？伊知影老奶奶的身份。伊就是惊老奶奶甲徐顺见面了后，两个点啊开讲提上，啊三提四提，甲家己的心事拢讲出来，安尼就对老奶奶不利啊。想讲伊现在要甲老奶奶藏起来，有啥物怕啥？伊在等。咱们这回可真丢了面子，多少官员冲着咱们挤进门呢？可不是，这回总不能再算在土地的账上了吧？这可是从咱们门里出状元呢！我那听讲大事，是不是就是在讲这？大事？哦对了。这都是大事喏！哦，哇，咱这地头哦，会当出一个状元，其实无简单咯。这当然是大事情，尤其是祭祖就可能进入名著。徒弟，人是从我们门里出去的，你别想跟我们抢这份棺材。啊，不过阮阿爹毛讲，代志会好会歹，拢在你一念之间，叫你都要好自为之。你想，安尼代志倒倒起来，伊是不是在甲咱警告？徐顺甲祭祖抚养大汉，人祭祖嘛是规规矩矩伫咧做人。俗语讲，生的请一边，养的功劳较大天。因齐家甲范家恩怨，应该都要拍赌去啊。不过，即马祭祖做官，因齐家加一个状元伫咧宫中摇撞，按范家说颠倒绝俗，搁兼落济，老的，敢有这个道理是无？请用茶，请用茶。大哥，大哥。文信的，哦，是王知府他赶来道贺了。是吗？怎么好劳驾王知府他亲自来这一趟啊？实在是……哎，这有什么呢？哎，徐大爷，不，这回该称呼您徐太爷了。徐太爷能调教出这么出色的子弟，当然该来请益请益了。各位。各位父老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对对对对对对，不敢不敢啊！王知府到，说到就到，各位快迎快迎啊！知府大人好，各位好，各位，请坐请坐，请坐请坐。徐大爷好，知府大人大驾光临。徐某未曾远迎，罪该万。哎呀，徐大爷客气了。徐家大喜，地方上出了这么大的光彩，本府深觉与有荣焉呐，特代表地方来向您道别。
恭喜恭喜！不敢不敢啊！知府大人盛情，徐某是感激不尽。快请上座、啊！哎呀，不可不可不可！御史大人尊翁，您可别折煞我了。御史大人，朝廷发了400里快报，至今晚沿路府中都接到了。荆轲状元徐继楚奉速出巡，巡按郡县，纠视刑狱。大哥，这真是不得了的荣耀啊！皇上在位，状元郎年少才高，德智兼备，破格拔升为监察御史。继祖现在是御史大人了。当今圣上特许他巡按各府时，顺路返乡祭祖。再过不久，祭祖就要回来了。我是仙，君我嘛仙，恩恩爱爱人心仙。是仙，我是仙，阮翁嘛仙。您坐，您坐。阿大婶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是，是有事，是大喜事啊！继祖中了，老夫人中了状元呢。啊，中了状元！哎呦，阿大婶啊，这是不得了的事啊！不会弄错吧？中状元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哦，徐家来了一大堆的官。说是要给学生道贺，绝对错不了，绝对错不了的。那就是了，那就是了。我那个女儿高中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来了一大群的人，鞭炮响了几里地儿，是不是这样？中状元，这要烧几辈子的香，才能有的福分呢。老夫人，还不止这样呢、啊。圣上，好像还封了一个什么，什么御史啊？监察御史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名儿。说是要到各地去查冤情，所以很快就会回来了。还有这么大的恩赏啊！哎，这孩子的福分，还真是不得了啊！大婶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快进来，进来！我对不起你，你要原谅我，你一定要原谅我。阿大婶儿，你这是打哪儿说起呀？哎呀，有什么都请起来说。进来，进来。老夫人，继祖中了状元，做了御史，这是老天垂怜，要让我们重见天日，还我们两家一个公道。我等这一天。等的头发都白了，可让我等到了。王夫人，继祖不是徐生的孩子，他是你们范家的骨肉啊。